陆总，现在我们公司股票已经跌停了，流动资金也没有，再这样下去就要破产了。我心里有数。我每天晚上做梦都在想怎么报复他们。今天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陆总，你真是好兴致。清欢，你还是来了。当初你是怎么搞垮富氏的？如今我就是怎么搞垮你的公司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悔过？我早就已经后悔了。晚了，你害死了我爸爸，害死甜甜，现在后悔了，太晚了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清欢，我知道你想报复，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别听他的。知道他什么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他是周氏公司商业奇才周公子。要不是他暗中注资，你以为半年的时间你就能跟陆氏抗衡？他是周氏公子又怎样？最起码他是真心实意想帮我的。真心实意？那他有告诉你，他和白氏集团白小姐婚约？